原标题为什么剑魔堪称金庸小说第一高手，而张三丰不入流？为什么剑魔堪称金庸小说第一高手，而张三丰不入流？金庸小说中的武功高手非常多，萧峰、段誉、张无忌、郭靖这些主角们无不都是令人神往的侠客义士，但实际上以上这些主角们在很多读者的眼中根本就算不得非常厉害，因为他们不过是绝顶高手而已。而真正厉害的人物都是传说级别的，比如说在《神雕侠侣》和《笑傲江湖》中都有身影的独孤求败，此人外号剑魔，一生难求一败。再比如说少林派的创派祖师达摩老祖，开创了整个少林的武学，创造了《易筋经》《少林七十二绝技》等神功。还有逍遥派祖师逍遥子，身兼北冥神功、小无疆功、八光六合为我独尊功等几大神功于一体。还有姑苏慕容氏的祖先，创下斗转星移名头的慕容龙城，创造出葵花宝典的前朝太监，创造出九阴真经的黄常，创造出九阳真经的高九松等等等等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以上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都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他们都只是在大家的口中出现，玄之又玄。其实现实中有一个人完全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，此人就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张三丰。第一少林和武当并施于武林，为中原的两大门派，张三丰凭借这一点足以和达摩并列。其次，张三丰少年时的功力就已经可以和超一流高手昆仑三圣和足道相抗，百岁之后的功力就更加炉火纯青，超凡入圣。光从年龄上来说，张三丰的功力也完全足以超过达摩。但是为什么张三丰给人的印象却总是似乎不如以上诸位传说呢？张三丰有两大硬伤。第一，张三丰的武功似乎和张无忌在伯仲之间。张三丰的功力最初来源于九阳真经，但很明显张三丰的九阳神功并不完全，只是其中的大部分，所以书中称之为武当九阳功。而张无忌则是练过全本的九阳真经的，虽然后来张三丰自创的纯阳无极功功力深厚达百年，似乎也不过和张无忌差不多而已。第二，张三丰曾经被少林钢枪偷袭，打成重伤，赵敏甚至想要在此情况下率领玄冥二老等人屠灭武当，如果不是张无忌等人及时赶到，武当派和张三丰恐怕凶多吉少。其实究其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张三丰是出场人物而已。传说中的人物，人们所传说的往往都只有其神奇之事，通天彻地之能，没有失败的事例。而现实中的人物则因为剧情需要，免不了有挫败之时，这一点从天龙八部的扫地僧就可见一斑。扫地僧按理说是书中的神佛一般的人物，无敌于天下，这样的人物如果没有在现实中出现，而是传说于武林人士的口舌之间，想必将会是不弱于达摩、独孤求败的人物。但扫地僧是现实人物，金庸为了突出萧峰的勇猛，安排了扫地僧被降龙十八掌打断肋骨的情节，于是扫地僧有了污点，这一点难道不是和张三丰的受伤如出一辙吗？因此我得出一个规律，越是传说的人物，不出场的人物就会越厉害，而出场次数越多、篇幅越大的人物，往往缺点破绽也就越多。有人说剑魔独孤求败是金庸小说第一高手，而张三丰跟那些神魔仙佛等传说人物相比不值一提。其实正是因为剑魔们没有出场，金庸没有机会描述他们的缺点，而张三丰、扫地僧有出场，因为剧情需要，有一些疏漏、不完美，仅此而已。其实张三丰的地位成就完全不应该逊色于任何传说中的人物。这就好比你会听到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厉害，
赚了无数钱，但真正接触之后，就会发现也不过如此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